心情和汽水也会醉。哦，完全都不会疲倦，我还要再跳三天三夜。我现在的心情轻得好像可以飞。哦。我知道今天管理部还有所有的节目部包括工程把今天节目设计得非常的紧凑跟精彩，所以我今天有准备了两个版本的演讲稿，第一个版本3分钟，第二个版本30分钟。各位想听一个版本还是第二个版本？要想听一个版本的请尖叫声！哇！要听第二版本的，请尖叫声！怎么办？那我看今天我们要超过12点的。好，我知道啦，各位是30分钟是给我面子啦，你们希望说赶快讲一讲啦，重点是我口袋的红包，对不对？对。不要那么爱钱嘛，对不对？不过你们爱钱跟我一样了，我也很爱钱，好不好？我想过去的3年大家都知道哈，是非常辛苦艰困的3年，但是我们克服了万难一路的走来。不过让我们更难过的是在去年的2月14号，我们最敬爱的林坤海董事长来离开了我们。在他的坚持跟努力下，坚持了台湾价值的精神，我们今天才能在这里永续持续的走下去。林坤海董事长在我们的心目中永远永远是我们最敬爱的董事长。今天董事长的两位公子 Simon 跟小鱼也是三立的董事，今天也来到了现场，我们给两位一点掌声好不好？因为有他们两位的支持，我们三立才能再继续专业的团队在前董事长的坚持台湾价值的努力下持续的前进。不过既然两位董事海董的儿子已经在现场，
我们三立人是也是不会客气的啦哈，该包的红包一包都不能少，好不好？好、哦，这绝对跑不掉了。另外，我也很感谢高明慧高总经理，临危受命，在他上任的3月17号到现在短短的9个月的时间，他重新建立好制度，调整好团队，设定好 KPI， 现在三立的团队充满了战斗力，充满了企图心，充满了团队精神。我相信我们今年一年会比一年更好的。哇！我在这里期许三立今年有3个愿望。第一，我们的收视率创新高，好不好？好。第二，我们的业绩创新高，好不好？好。第三，今年是三立30周年，我们的三立品牌价值再创新高，好不好？好。既然大家都这么爽快的答应了，我3+1啦，再加一点，第四点，今年尾牙加码奖金再创新高，好不好？好，好，哇，好！我这个尖叫声特别大声哦。不过我刚讲的第四点，今晚就会实现。好，好。我知道3分钟快到了，你大家不要急了。最后，我祝福大家兔来万安。啊啊啊啊！发生什么事情？你看喽，台北市长上任了半个月，他们的团队创意可以写出这么好的春联。啊、真的很会拍马屁的，对不对？好想看、哦。不过该拍马屁还是要拍啦。小乔啊，行销公关部啊，真的要加油，要加油，好不好？啊！最后，我祝福在场的所有同仁，以及不能来参加今天的所有的三立同仁，以及所有三立的贵宾。三立的合作伙伴，祝福大家兔来荣华富贵！呼呼，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董事长，谢谢董事长，谢谢董事长的勉励以及祝福。